安尼讲讲讲讲了，啊，大家听了安尼真真真有迄个趣味，有迄个感动啊！啊，你们现在看到这些字。设计的这边的地方，我就思考到在反身性里面，让我们了解到说，其实我们也要去了解，我们在制造一个产品的时候，实际生产的地方，不管是作物或者是原物料的地点，然后去了解他们的实际在生产的方式是怎么样，那我们如何去改善，甚至是去优化这整个的过程，那建构出来的一个环境是彼此共同可以对话的一个环境。